今天呢，看到吗？我们今天这样大班人物，我就要玩一个游戏啊。这游戏呢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习惯讲话的时候哦，后面都有一个代用词的。讲讲累啊，你看那个累就是啊，周末那个啊字也是一个代用词。所以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轮流，就从我这边开始，然后来聊一下为什么你会玩 YouTube， 谁会影响你玩 YouTube 的原因。如果讲说讲中文那个人呢，要讲被惩罚，就是比如讲说他讲中文话，那我们全场都摊了额头。OK， 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啊。OK， 来。OK， 我们就由林董来先介绍自己。好。哎，为什么你要做 YouTube？ 我为什么会参入？为什么会加入 YouTube？ 那是很简单，因为早早的时候我就喜欢拍影片，所以认识了他们，我就拍了。小心！我拍了。快！我拿上去。哇，来！你都不上一场了。哦，哦，是。你们两个突然间不会讲华语了哎。我两位。错多。好可爱。我刚刚好想说。不要紧。啊，因为是女生。她头牛哎。很牛，很牛，没有，头很牛。来，好。所以现在是小白羊继续讲，对吗？到我回答，因为谁影响我还没说。其实影响我的 YouTuber 是林大勇，因为他的影片蛮吸引人。到你说话了，谁影响我做 YouTube？Cody Hong， 为什么？他很认真在做 YouTube， 很认真在拍影片，我很喜欢他。那么，走马多，哎呀，他们有没有影响你？其实没有。反了，把画面注到这里，注。走马多在看这，知道吗？等一下，他说知道。啊？哦，对哦，不然我要说。哦，对，他已经中了吗？先谈小白羊，先谈。第一次有优惠，可以来到。这个就没得优惠。哇，怎么办？开始有一种蛮痛的。比较多效果，哎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到石涵。我叫施涵涵，影响我的 YouTuber 是 Real 跟 You 嘛，因为我想要过他们过的生活，所以我自己来这边创造我的生活，就这样啊，就这样，我们那个字里的 A 开头是什么？来，女生的优惠就是这样好哎，你要说话比较好，我来发问。没有 you 跟 you 吗？你就不会做 YouTuber？ 不一定。他不敢。稳稳去，他说。不一定，因为我原本就是喜欢没有老板的生活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自由的行业。半。过。下一个人，来。司马迁。司马是有。哈哈哈！算。刚你没有中的，为什么现在中的呢？呢也算吧。啊？我爱又死。爽不爽？爽啦！又来。又。你的频道很可怜。有点震荡。OK， 现在找谁讲话？阿翔哥哥。哦，是到我，我叫阿翔。然后我会做 YouTube 是因为我哥哥，然后我会做 YouTube 是因为做 YouTube 中了，先谈没有思考就讲话，
自从哥哥他讲很快他需要思考。这样我觉得他会是比较属于真的那一种的类型。你的嘴巴为什么要？为什么要在讲话呢 ？OK， 来，不知道。我会做 YouTube 是因为我哥哥，因为我哥哥做起来挺成功的，做起来挺成功的，所以他就，我就看到他的发展是不错的，所以我就想要跟他学习，然后我才做 YouTube， 然后我发现 YouTube 一开始其实是很艰难的，他那个路是很艰辛的，有的很难很难很难对，对。很难成为你的主业，很难成为你的主业，就是需要慢慢一步一步来，就是这样。非常的好，好到 MJ， 到 MJ 分享。大家好，我是 MJ， 我是一名 YouTuber。为什么我喜欢加入这一个 YouTuber 的行业呢？为什么？我讲快啊！讲快真的是来不及吗？周末前面那个是什么字？哦，哎，周末对哦，对，惩罚的时候不是不算，算，照算，照算了，是呀，有，这样子，喊多一次，加入这一个行业是因为有一个 YouTuber 启发了我，他是台湾的 YouTuber， 叫做台客剧场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他的频道，非常的有意义。过，二零，我叫 Yuki， 我为什么会做 YouTuber？ 是因为整个机器说话快点，别吞吞吐吐，别急。你现在多久？为什么我会做 YouTuber？ 是因为小白羊。太快，是因为我喜欢拍摄，因为我的梦想是想拍一部电影，所以我觉得开始 YouTuber 是接近完成我的梦想的第一步。第二步是什么？第二步是继续拍 YouTuber， 继续。第二步啊？第二步啊？第二步啊？要跟我讲困难了。没有第二部，只有第一部。谁？影响我最大的 YouTuber 目前还没有，我还会再找。过，你之前说有，现在又说没。我只讲过我最喜欢的 YouTuber， 我从来没有讲过有 YouTuber 不是不是影响我去做 YouTuber， 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叫自己讲鸡蛋，闹笑。弟弟完全。手下不留情，有效果，有效果。有效完了，到 Sherry， 你说完了，说完。哈哈哈不能有代词。哦，这最后一下是谁？好脆。最后一下是谁？啊，谁？谁？最后一下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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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后一下是谁？谁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刚才谈我。啊最后一下是谁？你猜猜？谁？你觉得是小白羊？不是小白羊，那是谁？林董。不是林董，是你？不是，那是谁？我不懂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林董。不是林董，是林董。好像是 Sherry。Sherry 有可能是。有可能。下吗？自己挖洞跳。好，到我对不对？大家好，我是 BBB Sherry。 为什么那么多 B？ 不要笑，回答。这要说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故事，从我小学到现在，你们确定要听吗？三天三夜都是听。确定要听吗？确定要听。两次。我麦到了。Oh my god！ 我刚才一开始讲什么？对啊，一样。这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，你们确定要听不？听到要听，想听想听，我们听听。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玩面子书，然后我的
名字面子书的名字就放了左一伟，所以呢？所以呢？所以呢？什么鬼？声音大而已，没力度，很够力。声音大而已，好青春，要不要试试？不要，听了都痛。你问他痛不痛？痛。好聪明。啊！继续说您的故事吧。来。耶稣都留不住你。我说的，我的天，我不信。好了，现在到下一位。现在我们用最快的时间来回答，你做 YouTube 有没有困难，和你做了过后有没有任何一些快乐的地方。